平常私底下会有喝酒的习惯吗？没有。没有。那你觉得减肥适合喝酒？不适合。觉得有哪一种酒是热量比较低？热量比较低，烈酒。平常会喝酒吗？不会。不会。嗯。觉得喝酒吃什么下酒菜会觉得热量比较低？就咸酥鸡。咸酥鸡，热量比较低。对啊。哦，比较高啦。比较高。那比较低的有什么？比较低哦，可能青菜吧。青菜。卤味之类的。哦，卤味。请问满18岁了吗？啊，满了。满了，那平常会喝酒？喝。那大概多久喝一次？一两个礼拜喝一次。一两个礼拜喝一次，差不多。那有觉得哪一种酒的热量会比较低？比较低，啤酒。啤酒，啤酒。想要减肥又戒不掉酒的人，就是然后中午要喝点，就喝啤酒，稍微比较有饱足感，饱了就不会喝太多这样子，然后下酒菜尽量避免。